完全就觉得我是情绪。这不解决问题吗？这样，就是既然感觉来了以后，其实身体上的一些疲劳也好，这都无所谓了。我想在这样一个展览中所汇集的一股精神上的力量，能够化成他们未来为祖国奋斗的决心。四组同学在茂县开始了第三堂课。来到茂县的第一天，带队老师安排学生们深入茂县寻找创作素材，并带领大家探访黑虎镇小河坝村，体验当地人们的生活。热情好客的村民不但请大家品尝了特色美食，还邀请大家跳锅庄舞。同学们在茂县搜集到很多创作素材。来到茂县的第二天，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第三堂课的创作。你看晒的，它有一些香气味。很麻吗？很麻，很麻，整个嘴都麻。这个味道有点像辣条，那个不知道。麻嘛，麻椒嘛。嗯。花椒特别麻，吃完以后真的整个嘴都在跳里面。刘金黄，你就画葡萄了。你先那么上面先不要画嘛，就一个小门和这个葡萄嘛，对不对？就行了。明白了，自己剩下就落福自己琢磨啊。嗯，老谢来干这个。好，他换来的是丰收的果实。嗯，所以说劳动工具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些信息都可以有，对，是吧？就是你把它变成那种特别具体的。就是信息量，这都是信息量。嗯，你在美院学到的那个色彩关系不重要。嗯，啊，那是在学术层面，这是在什么层面？这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啊，我们在谈一个色彩关系，说这多一点，那少一点，哈，都太矫情。夏雨涵，嗯，抱着这个土豆，好，是吧？就把它抱，就抱，就远，你不要动哈，就对这个状态，这个构图也都很好，色彩关系也都很好。开始支汤，开始干活。他觉得农具这种东西能够反映出来他们劳动和收获的一种感觉，包括在画的时候，老师也进行了具体的指导，说就是要把，还原一下客观，就是不要自己加入太多主观的元素，因为对象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丰收啊和劳作这一层含义了。而老师给大家教大家选景了。那张画画得特别的舒服，因为很痛快，就是老师跟你说画这个东西它能表达出什么的情感，你想，哎，真是个样子。在枪寨画了这个土豆放在这个筐里啊，这边叫洋芋，然后背景是底下是一个花椒。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在题材选择上其实就是很随机的，很偶然的一些选择。你在那个环境中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那其实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是都会融合在这个画面里。那总的来说，其实每一张画面想表达的都是这个生活幸福的一个比较美满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利益嘛。这个还挺难画的，就是因为这个葡萄现在还是未成熟的阶段，它是绿色的，然后呢它的叶子也是绿色的，就整体的这个绿的面积在整个画面里占的比例非常的大，所以这个绿的这个颜色的处理是非常困难的，包括它的叶子和果实之间的这种色彩上的一些差异，要通过主观的处理给它拉大一点点。就在其他同学都开始创作的时候，乔舒妍却因为压力过大而情绪崩溃。这都是在发什么情绪吗？我的难受为什么是一种情绪？我真的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找个凉快地儿？为什么别人同学难受就都要照顾我？我觉得很难受，就觉得我是情绪，我真的很痛苦。现在找个凉快地儿，
但是这不解决问题吗？这样到现在你还觉得是我有问题，就是我难受，我应该还难受的时候也上去，对吧？你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团队干活的，我们就理应那样。别在这弄这些很无聊的语言好不好？你冷静一点。让我最情绪失控的一个原因是，说的大一点吧，我其实我觉得是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可是你看眼前的现实，真正能表达的东西太贫瘠了，没有那么多能画的。都在说看不懂，然后所有人都在说就是，都在冷嘲热讽。我其实有点受不了，就是。谁冷嘲？我们叫所有人，不能这么说。这个可以画的。这是一个劳动工具，这来，给他搬到换个角度，换个角度。这次出来的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是画抽象绘画的，其他同学都是具象表达，所以可能在交流上啊，他会没有同学交流。所以画抽象绘画的人是很辛苦的，所以对他来讲，是一次很艰难的叫创作历程。但是他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个专业。他必须要做到底，这要成事啊！成事就意味着你一生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梦想要实现呢、啊。这一点是别无选择的一条道路，就只能往前走。最终，乔淑妍在老师的帮助下克服困难，完成了作品。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先画，不管结局是什么样，先画，一定会有答案的。当我真正在每一笔的判断，每一个颜色的判断之后，所有的问题其实也就通过每一笔解决了。那到最后，时间不多了嘛，那我说不如直接就是我告诉你怎么搞。所以画出来的画，我觉得肯定也是更有温度的。告别的时刻，那样一个展览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展览。他现在他有很多信息，如果说这些灯都亮了，那肯定会有一些游客在这儿啊，有些剪影啊。那个假设那房子灯亮了，灯亮了，他有游客过来，这餐厅开了，这些东西都可以一点点往里加嘛。对这种光的感受，就是一种繁盛。李天元因为在前两堂课没有拿出特别满意的作品。被老师要求画夜景，这是一个偶然性，就黑了，下班了。但是你看那些黑窗户，不是说没有这个光，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补进去。没有说就今天晚上画吗？你先打个稿子吧，你反正你回酒店了，你画吧，天天就这样，咱们就住在这儿，是吧？就画这一张画，能给我画好了就行，懂不懂？好，对，因为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拿出一张像。看着我觉得像样的画，就是把这种旅游的这种叫什么温暖的夜晚的光芒，OK 了吧？好，我试一下。好，就是开始在这儿，就在这个点，把这画架子拿过来，开始干活。好，我有点着急，我甚至于告诉他们怎么构图，从哪个角度，我想快速的出成果。等了他们很长时间了，那到最后，时间不多了嘛，那我说不如直接就是我告诉你怎么搞。但愿今天能画出点什么东西。哇！我是几号种子选手？还是说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我不知道，张老师突然提出的想法。然后说叫我来了吗？嗯。他怎么说的呀？他说他每天晚上画夜景。行吧，挺好。我也感谢老师想到我。虽然已经开始下雨了，但李天元还是坚持在雨中创作。也是给了我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在雨中画画。雨里的感觉给我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既然感觉来了以后，其实身体上的一些
疲劳也好，这都无所谓了。雨中创作给了李天元很多灵感，但是颜料在雨水中却很难调和，李天元不得不回到房间。最终，李天元在房间里完成了作品。在一个黑夜当中，有一个庞大的、闪着黄光的、温暖的这么一个酒店，它就给人一种很向往、很繁华、有温度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画出来的画，我觉得肯定也是更有温度、更有情感的。第三堂课进入尾声，同学们在四川省进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课也即将结束。返回北京之前，带队老师决定在茂县广场上举办一次作品展。快离开的时刻，最后最后到底是一个什么面貌？一个是整个团队要相互看一下，第二一个呢也给当地的看一下，那些老百姓看完以后，哎，可以给我们提提意见呢。所以在那个叫做快告别的时刻，那样一个展览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哎，大家注意了，按照我这个放啊，把那个箱子推到休息区。哎，推走推走。这个展览是中央美术学院创作团绘制的100幅作品，我想在这样一个展览中所汇集的一股精神上的力量，能够化成他们未来为祖国奋斗的决心。在此祝展览取得圆满成功。这个我画的，可以啊，可以啊。画的原装，相当好。收获，光鲜，我与北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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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张秋的房子啊，哎，对，是啊，哎，张祖，张秋的房子。我觉得时间很短啊，然后想的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太丰富的东西，但是这个画一摆出来，一看就是满满的成就感，就是有大爷大妈那个看到那个说啊，大金挂真好看，然后那个看到还有跟他合影的。没看懂啊，他这个画的是奶制品的加工厂，全是那种金属的金属质感的东西。这个我画的，这在一个奶奶院子，他在敲那个青稞。啊，敲大妹子呀，对，这是你的作品，是我们去那个晒花椒。啊，然后就把这个土豆宽就放在这个花椒堆上了。画的好，画的好哈，可以啊。我画的是葡萄，这也画得好，这也是在黑虎，这是在黑虎。
腔在那边，种满了葡萄，人家家还有一只猫。但是老乡看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会紧张，可能他们就理解了，也可能不理解。但我觉得这是一种交流的过程，我觉得跟他们交流，跟当地人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画的相当好，这个我们是用这种农具生长的啊，造物当中离不了的东西。画的原装，相当好。嗯，我这第一次在这看到这么蓝的天，特别蓝的，然后云也是特别大大大朵。嗯，每一张画都有很丰富的一些内容量、信息量，并且每张画都不同，画的题材不同，种类不同，语言不同，啊，构图不同，它这些东西就会让人很有看点。你要是从头看到尾，能看好长好长时间。毕竟细品啊，每张画里面表达的那个一些内涵、一些含义，它是很宽泛的。中国光乡，我与北京。好。参观的人陆续离开，老师和同学们也到了返回北京的时候。虽然只有15天，但是同学们却收获了很多。这画布虽然很小，但其实一张画布可以浓缩的东西却非常多。一张画能体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无限的。我觉得去到每一个新地方，其实都是对于我自身的一种塑造。课堂，其实你练的东西，你学习的东西就是基本功，但是来到一个现场，你走入到的人群，你能够从心里头去表达的东西是完全跟课堂上不一样的。我从专业角度来讲，他直接给我开了一扇门，就原来我的脑子里认为这条路只能这么走，结果他突然给我开了另一扇门，让我知道这条路原来可以这么走。回学校上学以后，思路上会完全转变，会变成一种独立的一种艺术创作的道路。